这三包，来啊来啊，啊无这只过来啊，这只过二啊，这只过二升价钱，我搁加一只，一盘五百，你买袂到啊？三包，三包一只三百。三百条。收钱，三百个买来无？一个你春季哦，两箱出来啦，你们两箱都没有卖出。来啊来，我来讲，买一个真正我较无爱，买一个无好爽啊。来啊，再过二啊，搁招一个，唔免五百，三包二。三包条。 你若一袋卖你二三十块，你搁袂晓食，我无法度啊。三百块买来无？这是挪威哦，这毋是台湾的哦。收，头前。来，头前啊。一袋卖他二三十块，我你也袂甲我讲过。你若讲一袋卖一百零袋啊，淡只咧讲过吼。搁买来无？阿姐，请问。挪威，你免烦恼。我咧乌白白，吼，你有啥物物咧乌白白？一个等下我泡一个干杯，互人加一只新的物件。 这顶广告人看无的，春鸡白玉卷，简单来讲就是鸡肉羹。我甲你讲，咱只要锅渣味的羹啊，要安怎下好食？你内底只要食物件，就一定爱好食。叫啥物？你知无？有的吼，有的无多少种款，我讲的有番薯，有的人听无。啊，这你捌听过马铃薯无？马铃薯敢人听无的？大你敢听有？迄有少年家毋知马铃薯啥物啦？ 这马铃薯就是一种吼，迄种植物嘛。哎呀，人要讲啊啦，这足下味，就是加嘞，安尼切切，安尼切切切切，迄人讲啊上好食。这种鸡肉，这外来讲，这当下当切嘞当钱，我来讲，佮毋是安尼尔，你甲炒菜嘛做好食哦。这人加五条，八条，十条哩。这毋免三百，毋免二啊，讲我来讲，我佮加五条，佮加十条好啊。两手尔，只二十条，佮咱炒菜你就加啦，升个钱的怎样？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 一百块呢？来，头前我头前。一百六，六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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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自己的东西哦，是分两下咯。迄个最后要来无？阿叔，我开始要吹你的哦，我拄仔拢想讲过，阮过遐分一半无去啊。即摆换你摇，来，换你边个表演一下，换你个表演一下，我过来开始要吹这边，我拄仔来啊，分条咧啊，啊即摆这边一半无去啊，过来换这边，来，两个旗子咯，第三个恁免加无啊。 这个花枝海鲜买这等用钱呢，这个我三块钱，我就八块，这六块钱要三百块，三百块八片新价钱的一百了。我七条你我八条你我九条，这条要三十块，一百块算不着，花枝海鲜买，真正的多少钱？一百块。哦，行行。最后就是八三块钱没有了，一百块。五块、六块、七块、八块、九块、一百块，谁要吃？花枝海鲜买纯酒拢无话七八。谢谢，来拢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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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
也对新北鬼，要用。地名应该是地名，是吧？下个外麻豆好食无？我袂是主意哦，你要食我的麻豆钱，也要给两百咯。一包两包，两包两包，三包四包你买袂着，五包你无够食，我加一包送你，三包咯。再来要食麻豆无？包两包，三包四包，五包你买过，五包两包，六包，七包，八包，九包，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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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话恁那边了吧？来，你有哪要吃鱿鱼无？一尾做三尾三百，两尾六百，三尾九百，四尾千二，五尾千五，先加钱的先赢，五百唔免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上面吃三百块鱿鱼，三百块上面吃三百，三百块上面吃三百。我听去老远，我话真话。啊！有无？他做朋友啊，老老华七七五。来，本来我先啊卖一挂简单基本的。这条叫烟肠，这种质量钱足香。
咸咸啊，壮火配饭啊，切了薄配蒜头，切了幼幼啊，你甲煮啥？你知无？你甲烟肠炒饭，这一条你讲去，你讲去煮多少只偌济？100，这一条100，100加100偌济？300，这两条免300500，我烟肠清蒸一条，无只客这条，这是新客钱200我了。来烟肠上面只200块，有人要食烟肠的无？200块。啊，都你看到我提醒我了。有人要食烟肠的无？200。我这条快上去来啊！我只卖楼啊，这个你啊，完全冇无啊，全部就是200块来啊。姐，你烟肠是炸只尔吗？拢无啊。你啊，快老啊！嘿，新客钱卖去看啊！来，这条我你啊，其中个真正的，其中个真正纯正拢无，真正无啊无啊，就200咯。来200块上面只香肠，烟肠200，够有买来无？200够有买只来无？200，够有买买100块试只看卖无？100块。有人要买100试只来无？唔好买贵，你先买100。你又不要很老个，什么？鱿鱼无啊，白虾、卡壳，安尼尔吧。你有人要食蚵仔王无？啊，这里个蚵仔王无，足香啊！这当个清蒸煮的，做点心，囡仔下个，补水下个，做点心。这一包12粒，只要100块，100块加100块就。300手也100咯，100块芋头丸，100块尔，100块，这上够好食。来边要啊？100咯，芋头丸100块。这冇个考虑啊！我最加一分咯，我两个。这若一条卖2-3块，你又搁卖两箱，我买单100块，搁来包咸鸭两个，100块买只蚵仔丸来无？芋头丸100块，买只蚵仔丸100块。有啊，有啦。奶黄包搁后尾食，无买只我卖我，搁后尾来奶黄包。边啊边啊边啊！奶黄包要食，帅哥你买300，先我你先。来300。一包个请你奶黄包，这吹吹就好食。这吃了，奶黄包够人要吃无？这奇美食品有限公司做奶黄包，这吹吹就好吃啊！啊，这两包肯定买袂过100块，都试吃看嘛。有人要吃奶黄包无？100块，收。你会当开始塞礼品箱哦，人家别人看礼品有啥物？这好吃啊，这好吃，还要去吃。来一包，慢慢吃就好，慢慢点望，慢慢吃。你来当我来无买着，你也紧买。买吃，无啦，嘿啦嘿啦，对啦嘿啦，对啦对啦对啦，来。恁家有买食这個？酥炸杏鲍菇，这当用煎的煮的做好食啊！来，这一包这大包摸哦，这摸哦，酥炸杏鲍菇，这一包鱼啊，三两包四个啦。来，我全部招三个人去，唔免招你开435免，三个客钱新客钱200咯。来，上面食酥炸杏鲍菇200块，有人要食酥炸杏鲍菇无200块，200块有人要食无200，200块，来100咯，100块，唔好买贵，买100块试食好嘛，100块，谢谢，来。来，抓饼诶，免讲我，我想要搁画一个蒜泥，我想要搁卖一个蒜泥，蒜泥我要搁卖一箱。看完，七早八早，像遐人家拢买8包、买10包诶，足早就无。歹势哦，蒜泥伫倒？蒜泥一箱了。搁有无？搁要冒一箱起来无？哎，一箱卖无，一箱卖无，一箱我拍底，只有家己。一箱卖无，一箱炸死要创啊？来，就是要来面。阿叔，我看这人家我来讲，你另外一箱我客家就处理啊。来，客家就处理啊，客家。我来看一家第3箱的灵活。来。有人要吃这个？几个拢有？这蒜泥超多吧？这规条拢肉尔，我搁一堆货也袂卖哦，这拢肉尔。这当个你用煎，你用炊，大比目鱼比蒜，这一包800起来吃，一包斤半，菜只一斤鱼也好斤半，啥？斤半到位。4包，到尾到400块，菜只用个电煮包半到400，规条拢肉尔。你要吃蒜泥，我来讲。400加400了，是你包冇？我来讲，这两包蒜泥若讲卖800，卖你700落600，拢无够俗。一人加三斤蒜泥怎么整？一包我爱卖，一包过啦，一包过。四个人加买落啊，想我收过。足足4斤无4斤，我钱赢你。一斤甲切200，4斤蒜泥带800，我唔免。全部四个人加，相信加钱的姓名。500块落来，500块落来，开500咯。来500钱。500块鳕鱼上面吃500，等下啊无一包过你啦，豆豆吃一包过来，冰酒大咖你冰下豆豆吃。我来讲啊，3888，8×20，666，4斤，5斤半，全部三个加钱，用煎的用炊，啊用煮的拢会当，三个吃蒜泥，开500上面吃500块。来500块，我买哦，报地去，报地。
我来讲啊，搁只有一个价钱啊，吹落哦，吹落哦，开五百了啊，报地来五百块，七斤落你，来五百，上面就五百块，来个人要吃蒜泥的无？五百块，加钱，来，只要这三百，上面就没有了，三百块四斤，三百块你卖买上济，无啊，三百块，情况收起来，三百上面就鳕鱼拖大肉三百块，三百块上面就三百。三百上面只三百块，来下头，请我拿下头。啊，你滚！来，上面也上不去。我看还有什么可以卖给大家。来，好，起价呗。起价，迄种起来，双方啦，这边我卖少，这边百几价啊，卖个卖好无？哎，无卖贵啊，来了。